你也是相声演员吧？说相声的，咱们接近，哦，半拉同行。我也是搞文艺的。哦，那您是搞哪门艺术？我是唱京剧的。哦，您是一位京剧演员。什么叫演员？谈不到，啊，不敢那么说，是谈不到京剧演员。哦，那您是京剧表演艺术家。哎，对。谢谢。你这不要脸都出来了，这玩意儿怎么不要脸啊？不是艺术家有自己往外说的吗？人都那么叫我吗？哦，你就实受了。啊，是是是。哦，您在天津京剧院？我不在京剧院。啊，您在哪儿？我在著名的那个喜。哦，喜连成科班。洗浴中心。啊，我在那儿唱。不是，这洗浴中心呢能唱戏吗？你看我们的休息大厅有文艺演出啊。您那么大艺术家就跑洗浴唱去了，就舞台不分大小，在哪儿唱也得是真正的艺术。我是科班出身，正式学过。哦，您做过科啊？嗯，您在那儿您是学哪工的？您问我行当啊？哎，对呀，我是清淡。哦，那咱俩得拉拉手了。你也清淡，我捣蛋。哎，对。出来武器了还？您那清淡也是武器呢。青衣花旦，旦角简称清淡。啊，您这简称太具杀伤力了，啊，这也。旦角演员。哦，您是男旦。男旦，男旦艺术家。哦，那您透露透露，嗯，您平时怎么练功？怎么练？哎，给你透露透露。哎，想知道？说说吧。哎，需要一个灯光比较昏暗的环境。哦，是啊。比如我们洗浴中心的大厅。哎，就在那里，啊。离得开洗浴中心吗？你还啊？光线适合呀，哦，就地取材了，预备这么长一根香，嗯，哦，一根香，然后我找那个拔罐子的借个打火机，对，借过来。这什么艺术家呀？这是，打火机买不起，找拔罐子的借。不是买不起啊，不预备那东西。为什么呀？原来我有抽烟的习惯。哦，一装打火机，冬天点烟。哦，是。可抽烟不好啊。哎，对，第一来说回嗓子。哎，青衣。小嗓儿，哎，是嗓子横了唱不了了。哎，第二抽烟烫脚，对，抽我这么大艺术家，我就听不懂我都，怎么了？抽烟还烫脚呢？烫脚啊？怎么的？原来我习惯捻烟头，啊，后来不是到了洗浴中心忘了他不穿鞋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抽完烟，你，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这个智商也有问题，我告诉你吧，这人。这是第一，为了保护嗓子；第二，为保护脚，我就不抽烟了。哦，保护两头儿呗。不带打火机了。哦，就不带了。用打火机借过来，嗯，点着了这根香。哦，赶紧还给人家。对，人家还干着活呢，这香举起来。哦，在眼前边，香火头动，眼追香火头。哦，拿眼追。练灵活性吗？您练得怎么样？太灵活了。您给来一个示范示范，哦，看看。看好了，啊，来上边，您，下边，行，左边，哎。右边是左上右上，哎，左下右下，眼追香火头。你这香火头没动啊？啊啊！我早就练成了，我都艺术家了。我，哦，这练成了，现在不用练了，我都不用练。我做这动作干嘛呢？干嘛呀？为了治颈椎。哎，对，那这不练脖子吗？那不是。告诉你方法，你可以自己试一试。哎，咱可以也都试。这是初级阶段，哦，练眼神。还有一个什么呀？身段啊，身段。咱拿青衣那个走路来说吧。哦。跟一般人走路不一样，哎，是有区别。咱们正常人走路，身体有起伏，哎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啊，腿一弯一直，一弯一直，哎，是，所以身子一高一低，一高一低，哎，对对。但是这个青衣演员在台上走起来啊，没有起伏，哎，是，好像在平移，哎，没错。按我们行话说呀，啊，跟个魂似的，哎，在那飘。你们行话那么吓人呢，就。为什么没有起伏啊？为什么呀？秘密在裙子里头那腿上。透露透露。他的腿基本不打弯啊，完全靠脚掌一起一伏，一起一伏走小碎步，哎，所以显得没有起伏。这可是功夫，太难练了。那您平时也那么练啊？当然刻苦练啊。怎么练呢？每天围着我们大厅走300圈。哦，这位是巡逻的，合着别巡逻，怕丢东西干嘛？不是绕圈啊，走得苦，练功吗？是吗？那是啊。哎，这样，您给我们示范示范这个青衣。走道儿，咱大伙儿看看，是吧是吧哈，啊，咱看看 啊。为了您看得清楚，哎，我把大褂撩起来点。哎，行，您注意我的腿，哎，不用打弯就能走。哎，好，咱看看这个青衣走道，哟，哎，不是，你别过来啊，啊。你过来，我开枪了！我靠，开枪干嘛呀？不整个一丧尸吗？这不是你说，我可跟你说了，我们跟魂儿似的，太吓人了！这也那个，这是慢动作分解了。啊，我要是连贯起来走快了，那更吓人了。那就，你就不懂艺术。你这练功，你不怕把那拔罐子吓死是吗？你走快了，连贯起来就好看了。哦，是啊，这就是举个例子，这是身段。哦，还有一个那个是，除去那两样都不重要，最重要还是唱腔。哎，
您唱的怎么样？我是艺术家，能差得了吗？就等您这句话了。怎么着？咱鼓鼓掌，让他给咱唱一段，怎么样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谢各位，这个众口难调啊！哎，不知您喜欢听什么？就是这样吧，你代表观众挑出戏吧。呵，我这权力大了。那先问问您啊，您是唱哪派的？我合派。那行了，合派没这派呀？谁说没这派啊？谁都知道四大门派。梅上成荀，哎呀，哪有合派？梅上成荀四派我都学了啊、哦，都擅长。现在我把它有机的综合到一块儿，合派。你说你是串派的不就完了吗？那不是什么叫串派？你不都学串了吗？这都串不了。我现在学哪派就是哪派的味儿，都行。什么戏都会吗？随便挑一出吧。那太好了。红娘怎么样？好啊，荀派名剧吧。荀慧生唱的最好。我也擅长啊。是吗？唱哪一折？最经典的。耍棋盘。耍棋盘。哎，我介绍一下剧情啊。您说说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张生去和崔莺莺幽会，哎，怕老夫人发现。哎，对。丫鬟小红娘用棋盘挡住了他，慢慢往前走。哎，是这个吧？哎，没错。唱词是这样的。哎，什么样？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。哎，我步步行来，你步步爬。放大胆，忍气吞声，休害怕。跟随我小红娘，你就能见到他。呵，你词儿够。就这个吧，张口就来。来，先咱来这个，咱这个手绢就好比咱那棋盘了。哦，这就是棋盘。哎、看我一起范儿，您看艺术家的形象就出来了。您错不了，这就是棋盘了啊。哎，来，好像打鸡血了，这是。你说，张生啊，张生，你要老老实实的听我的好啊，令。哎，有点意思啊。叫张生。隐藏在棋盘之下，我步步行来，你步步爬，放大胆，忍那气，推上袖，害怕跟随我小红娘，你就能见到他呀！谢谢。哎啊，继续，完了没完？还干嘛？你给刮个痧子？刮痧？你是搓澡的？谁告你个搓澡的？好、啊，您这动作都出来了，还拍拍您这玩意儿，这搓澡的吗？这不是搓澡怎么了？搓澡怎么了？干嘛呀？我们是唱完了戏，闲着没事搓搓澡。你快得了吧！你是搓着澡，那缺场了，你好一个那是。讨厌！哎，讨厌！我警告你。干嘛呀？不许你歧视我们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艺术家。那你是搓澡的？我做过科。搓澡的不用做科啊！讨厌说这话。得了吧！你哪位京剧名家像你那么唱戏呀、啊？怎么了？你甭说人家专业演员啊、我你怎么着京剧爱好者啊、我唱出来就比你好听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唱的比你强。你唱的比我强。对了，各位观众鼓掌欢迎，让他唱一个现场比试比试。我就不信的呢。你挑戏。我挑戏啊。挑吧，挑个大伙儿都熟悉的。好啊，苏三起剑你会吗？全剧叫玉堂春。对，复审这折啊，苏三离了红铜线，就这折是这个吗？里边两个人物，哎，一个是旦角叫苏三，对，一个丑角叫崇公道，没错。你来那苏三，好，我给你演崇公道，我在旁边给你配戏。你演谁？崇公道。崇公道不会搓澡，那不行。你老提搓澡干嘛？废话，你不唱旦角的吗？啊，那丑角你来得了吗？你？哎呦，你真瞧不起人，你以为光是唱旦角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全功。什么叫全功啊？生旦净末丑泡搓洗拔刮，我全会，是吧？我不比了，我哎，服了是怎么着？太丢人了，我跟他比这玩意儿。我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一叫板，苏三走动打家伙，看你的表现。那行，那你叫板吧。叫板，然后打架不能叫，我唱。你不像苏三，我怎么不像啊？要学得学像了。什么？都知道苏三古代女子什么特点啊？娇小玲珑。哎，是你傻大个似的，不像不像。你什么意思？矮点。怎么矮、啊？腿一弯不就矮了吗？哎，你给我弯点腿不就完了？哎，这啊，这就行。叫吧，个头差不多了。还有一个，苏三长得漂亮，在哪儿啊？大眼溜睛。你眼睛太小，你把眼弄大一点。你拿刀给我喝开不完了吗？这个业余演员就是不行，先天条件太差，这个眼睛太小。你眼大是怎么着啊你？我们唱戏得化妆，化完妆一化妆显得眼大。我没地儿化妆去啊，你尽量睁大行吗？我尽量吧，尽量睁大，瞪起来，瞪起来，已经瞪着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再来个樱桃小口。怎么小啊？往里一坐，露一尖儿。嗯，小了吗？还差一样道具。道具是什么呀？什么道具啊？苏三复审带着一个鱼形的枷锁啊。对啊，枷锁咱没有啊，咱就比划一下吧。脖子不管了，手伸出来扶住夹板，你往前一搭了就行了。
来，走。